欢迎收看水电爸爸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好吧，面色哪啊歹看，是安怎？哇，真正伤过咸嘛啦！因为要翕这集的时候，我看到真正看袂过啦。啊，时间翕好，唔知有奖未？我唔知影。啊，你要发一下不自杀声明？还讲一下翕这不自杀声明？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首先吼，我来这是因为西江的吼，伊要到一挂电话叫我来加支援一下啦。啊，不过来到这，我发现到这有一挂装潢做的线路吼，真正看。看袂过啦，原底无想要，本来想讲啊，同款有这个情形的时，来和大家做个分享一下，较袂讲做了后，还是咧带了后有啥物其他的问题，大家拢想袂到，或者是有危险的问题。啊，要看进程，会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铃铛 ，Let's go。黄爸，按平常时啊，收到足侪私讯来问讲室内装修含设计问题嘛？哇、真了足侪。啊，咱们今含大家分享一个100室内设计 APP。首先，你要先拍开这个 APP。哦，好来。啊，来底下虽看到迄吴康人啊，啊，你学一下伊个动作诶。有帅无？人家吴康人，你是欧皮康人吧？像这内底功能足侪啦，亲像装修攻略啦，咱若甲点入来先，就用找到咱装潢期间要爱所有资料，包括空间设计、工程施工，甲咱厝的家具配备选择内底拢总有。像这个装修内底，就是伫咱若咧装潢或者是咱咧改修的时阵哦，有啥物物件爱去注意的，爱较细腻的。啊，像咱这排案例啦，当然伊拢总装潢好啊，根本咱拢无法度通发现，所以。在装潢进前吼，上介好咱嘛是爱做一挂功课，加了解一挂有好无歹。啊，像这个 app 伊的功能阁有足多，像设计案例，或者是咱的装修报价，内底拢总有。哎，啊，若有需要的人会当看一下资讯栏去下载看卖啊呢。哦，首先咱先看这间哦，伊是规间全新的厝啦，拄啊咧装潢啦，毋是旧厝咧改修的。首先哦，我看到这装潢的时，切这个广告，看甲切甲足优秀的，想讲唔得真正赞袂歹。啊，毋过惊紧一看的时煞火气啦。即马这个时哦，我看伊到切好的时，这个线无配 CD 管，直接就甲做下落。唔止安尼的时，你来看，这佫切到的时，才佫用做三通线，佫用排下去。啊，也未煞来，即马来到这的时阵吼，伊只用啊，即台伊就用 CD 管啊，看起来未歹。啊，我正看了这5.5的电量线，伊依然是无配供啦。啊，无配供，无要紧的是，我头啊当作讲，伊只要用重电，啊，你也无配供5.5来，可能也过你啊，站较会调啦。问题我开始甲找源头来，继续甲看。看了到这的时吼，这5.5，这嘛5.5，这是看足标准啦。这是线可能较短，后来要接的较头较疼。啊，我看甲找来到源头，搁较含的就是这。伊这个电源按讲来，就是这个建商来的时，伊是用2.0的，啊，接出来电的用5.5甲接出来。个心，即若咱厝咧用重电啦，或者是咧用电锅、用烤箱、微波炉的时，会造成啥？就是伊个电源线不足，会造成过热、电线烧起，或者是跳电的情形。啊，无这样怎做？以正常的做法，即咱若要用5.5的时，源头来，咱爱安尼电箱5.5直接扭互来吃。后壁这个时，只要一定有拍到的时，咱配供了后，才阁扭5.5过去延续，互后壁咧使用，安尼是较标准。因为同一线径的同一用法，啊，你啊无共线径，为小接大，迄个就容易为接的所在发生问题。嘿，迄是较危险。啊，一般5.5拢做专用插座啦，但是专用插座就是直接像之前阮讲的，安尼箱啊5.5就扭扭啊，甲咱要使用迄个插座遐，迄安尼做专用插座。啊，伊也要分哦，其他用个呾？是会使变作分路啦，都毋是专用的啊。啊，即嘛遮也未煞咧，我阁带你来欣赏另外一位。好，啊，来到里咱过来看一下。我真正唔知要咧讲，歹势啦！这俩装潢看到室内，真正做室内啊。这导演看到这刻到刻到这水，啊要做插座甲切了线，依然是无配讲啊！我真正歹势啊！还袂煞啊！咱过来看一下。哦，咱来看这一个，伊这网路线烧接是用较早油竹啊迄落夹的。啊，咱的网路线上好的方法是自头到尾拢莫接。啊，若无法度的话，咱就是要做网路头啊。
甲做一个接线头啊，落去相插起来，伊的信号会较好。嗯，啊，无来用这种接的，伊的信号改成会逐年衰弱，甚至你的网络就无多用啊。啊，伊正用安尼规个像要封开，搁像迄无多停久安尼，加足麻烦啊。这真正无法通停久啊。哇，伊这咩停久？伊这拍安尼啊嘛无老讲的。这要叫我来，我嘛无法度咧。要停久出正辣的啊！真正目屎要顶落来。啊，这唔难安尼尔，啊，搁有人过来看。啊，咱进来看到这，依然是无配供。下边线真好开。嘿，啊，这若会动的话，赶快是拍入的配供是上好啦。哎，那个预算可能爱提高，啊，不过嘛是，唔知咩讲，啊，搁有。我来介绍咱个看一下。我正看到这，头壳搁疼起来啊！这同款狗吸到这水，啊，同款无配讲。刷一只用过过年，过就用房仔封开。嘿，伊安尼用起来，啊，搁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网路线直接安尼接。伊后日唔知道要做手术无，我唔知影。无若像安尼接的时，迄个线就一定会衰退。那对网路要求的，就感觉会传你啊；无要求的，可能还好。一定会歹，用袂出来。啊，有的人用袂出来啊。之前我用安，人用袂到臭头。啊，所以你之前我安尼做用袂过了。早二十年前戆戆的，我那用安尼。我用阿迪斯的接头咧，用安尼红面甲臭头，常常断线，迄条主靠面甲。后壁也知影，过去一点扭过啊，免省的。唔通省啊！啊，佮也像这插座啊，依然同款，白边线甲亚速线啊，切到过就带过啊。嘛是无配讲的，无同款无配讲。啊，可能安尼就要收煞啦。啊，因为房拢用好入去啊。嘿啊，啊像这伊嘛是大概用安尼直接安尼拔出来，啊顶啊的电话是用迄个那把线来用。咱继续找看有无？好，咱继续来看一下。来到三楼遮，大家来看者。嗯。哇，这嘛拢同款。这种同款，无再拍到遮水，这来搁配光，搁真正赞。啊，遐嘛是，啊，遮嘛是，嗯，我才感觉麻麻嘞，遮安尼用好过呢，直接接过，这电话切来的线啦，接过啊，要直接往那要收线来看，来看一遍，来遮咱看这网络线，嘛是同款的组啊，哇，同款安尼哦，啊，我会记啊，之前就是细汉的时阵，你就安尼接的，我网络够歹的，拢拍人拍袂赢。就是厉害的，哎，无你耍游戏耍输迄个，好加载，这调工的，好加载，我知啊，哦，伊个加主加耍游戏耍者像迄种的，可能有诱因啊，无用耍游戏耍输者，所以调工速度较慢，拍甲会硬开，啊，咱搁继续看，哦，啊，真看到内底遮个全机身吼，这无一个规范啦，我嘛无法度通啊评论啦，啊，所以大家若看到恁用的，看有一款较省钱、省工、搁好维修的方法，第一下大家往那留言一下。因为话咩讲，迄真正是预算的关系啊。当然了，差足多哟。啊，我这拖搁也装落去，咱继续来房间搁看一下。好，咱来到房间啊，咱来看下遮一下。哦，啊！你大家搁有看，伊只网路线依然是用迄个接头来夹的啦。嗯。哦，啊，咱来看这个图啊，这伊这插座同款，无看到配讲是白边线直接起来。啊，下我看下，来。安怎？无漏空。我。其实吼，每一个做，我唔知你安怎做啦。以我个人的做法，我若知伊个电源按着来，准备安尼做拢袂要紧，我一定会留迄个维修部出来。以免讲后日啊，即若无电，或者是讲电线有问题，咱要查修较好查。那继续。我来到这，感觉足奇怪，这也袂歹，这就配 CD 管啊。后壁要换线，袂当换。这边这就无啊，这有原同款无配 CD 管啊。我有看到这，这个冷气的电源吼，接过了，阿门陀直接抹起来。来看迄个壳啊，看像迄开袂开。好吧，翕到这来，我唔知唔知咩结尾啊。我本做做一点啊尔，结果规间拢是安尼做的。啊，若做的人看到，应该先唔免来找烦恼，先去找主家了解一下，看咩处理的。有可能就是估计方面的问题啦，或者是当初沟通了无好啦。啊，原本是安怎想讲要翕做一支，除了伊个工法真正做行之外，因为最近足侪人咧买新厝，啊，拢会拄到这装潢的问题，所以想讲来翕一下，互大家了解讲到底水
水电的工法，正常来讲是安怎？啊，去注意什么会较安全？还是做起来后日啊要维修会较方便维修？嘿，啊，无想到会翕到变安尼。这场做的人来看就较歹势啦。啊，看当初你安那含主家去沟通，我是无了解。第只先甲你回一个实例。啊，唔知明仔结尾啊，个安尼无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